吴什么？吴东旭，等会儿。吴东旭，快点！东旭，你是怎样啊？嗨！放松的假日，什么都不急，想跟世界脱离，不管谁越通通。下次今天就是放空看个电视，今天就是放松，没人可以限制。平常有点厌世，但今天放假可以随意饭局，那些通通都能回避，躺在床上躺到没力呀呀，好像有点破病，那这么懒惰应该叫做懒惰病呀。没差，脑袋全部空白，没差，今天都不用赖呀，连刷 IG 全部删掉，把手机关掉，哎，今天不想看现实动态呀。很爽的感觉，还蛮爽的。就那个，哦，就那个学弟哦，刚很帅，有没有看国标一样的？我看家长，什么都拍不到。哎，我觉得你变大只了。我变肥了，乖乖。我觉得你跟以前，我咬你奶。你原本就有受伤，好，十二白，快哎，小心点！